谁让你来了？阿英。没事，你今天特别漂亮啊。那是因为我涂了你送的口。你这带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蜡牌。还有。这个是啥？山货，我外公在山上去找的。行吧，行吧，快快放车上，快放车上吧。见到我你也那么高兴吗？是啊是啊，高兴得很。阿英。你就在这儿卖着，我去车上拿个东西哈。你今天真漂亮。阿英。哎哥，你怎么这么久啊？你看我都卖的差不多快卖完了。哇，你今天好厉害啊。我给你讲那个东西。给。你不是手机丢了吗？这个给你。这就是我用过的那个旧手机啊，给你。陈宇哥。拿到吧，拿着拿着。手机那么新，不新的，旧手机，我用过的旧手机，拿去。啊，谢谢你哦。不用客气，跟我客气啥？陈宇哥，其实你不用给我拿，我可以自己卖了腊肉，然后把这些山货全部卖完了过后，我可以自己慢慢买的呀。你说的什么傻话呀？我其实给你手机，我是有私心的。就是我怕联系不到你，我会不习惯啊。那等我自己卖腊肉，然后买了手机过后，再把你这个还给。没事的，这个手机我都不用了的，你慢慢用就是了，用坏了也无所谓的。阿英，就是那个腊肉也快卖完了，我们去玩一会儿，我再送你回去呗。我想卖完就回去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看你难得下一次山，我们一会儿就，反正玩一会儿就回去嘛，现在还早。走，行。阿英，手机好用吗？我还没打开。陈宇哥，我的脸这么烫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没事的，很漂亮啊。你都这样在街上卖了一些东西了。阿姨热不热啊？哎，给你买个东西，印证一下你的心。好，走吧，我们边喝边走吧。走。以后你和我就同城。陈宇哥，你看这边人好多，而且好美啊。你们自己的地盘你都没来过吗？没有。给阿英。这什么啊？我在街上专门给你搞了一套衣服，一会儿给你拍点美美的照片。我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的，那个东西我问了，他说直接套上就够了呀。你找个地方把它换过来，我们拍张照片吧。行，阿英，啊，好美啊！我也觉得这里的风景好美啊。再美的风景也没有你美啊。和你走近，走近，走近，我的心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爱到最后无能为力，我才肯放过我自己。和你走近，走近，走近，我的心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爱到最后无能为力，我才肯放过我自己。我和你走近，走近，走近，我的心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爱到最后。哇，你好美啊，真的。无能为力，我才肯放过我自己。傻姑娘，我就是要做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，你爸爸妈妈也一定很爱你的。但是爸妈他们从小把我生下来过后，把我送到外婆家后，他们就很少去过问我的生活，还有我姐姐跟我弟弟他们我也很少见，所以我都有点恨他们。哎，这个没事啦，陈宇哥，这种开心的日子就不去提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。
行吧，那边风景很好啊，走，我们往那边看一下，走。这你喝过的水你怎么拿给我喝？这山上有这个条件就很不错了，不要在乎这些细节。你这吃了什么？午饭。你把我骗惨了，你不是说很近吗？是近啊，从我家到这里就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，我的天，我感觉我都快要走断气了。你这啥东西啊？你这小米辣直接生吃不辣吗？不辣的呀，这个。这个还不辣？尝尝。你不要骗我哈。你这还不辣？水给我喝口水，水。拿着拿着，你这个我吃不了。我都说了不辣的。这样吧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街上吃东西吧。还没割完吗？你这个割回去喂猪的。陈哥，我割的是艾草。哦，做药那种是吧？那不是说才几块钱一斤吗？你那么大老远，你割几块钱一斤的，你不辛苦啊？几块钱一斤的那种是街上的那种。我这个是野生的，我割回家了过后还要晒干，你知道吗？还30块一斤。30，但是你这个，你这个30块钱，我怎么不信啊？真的？有那么贵吗？我不是听说2-3块钱一斤吗？还是价格比较高的那种了、啊？这个野生的有老板来收的，所以我才来找的。行吧，行吧，那我帮你搞点，来，你水你拿着。你不认识？我认识，我认识。那这不遍地都是吗？我看着你发财了。拿着，我跟你去搞。你那个就别吃了吧，那么辣的，倒给我。哎，阿英给。这不是吗？这不是啊，这是我，你这个是我们拿了喂猪的那种。啊，我怎么感觉都长一个样啊？哎，你这个不就不要放到我篮子里面了？等一下的话，把我从我筐里面的和你这个混在一起的话，人家老板都不要了，还说我做事不认真。本来现在就没什么收入，好不容易等到老板来收，然后他还会说你怎么乱搞混到一起了，这样不好的。哎，对不起，阿英。我也只是想帮你一下而已。陈宇哥，是我刚刚说话迟了一点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但现在山上的雨水也没有，我就想挣点钱，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老板来说。来，我拉你吧，来。阿姨，你洗土豆干嘛？一会儿煮土豆吃啊？对呀。你不是中午才吃了土豆吗？你晚上又要吃土豆啊？我有的时候一天三顿我都在吃土豆。哎呦我的妈！吃不腻吗？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，肯定吃不腻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去街上吃个饭呗。阿燕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给我个面子呗，就这样吃点东西吧。你生日？对啊，今天是我生日。那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给你煮一碗面。行行。陈宇哥。啊。家里面没有面了，所以我就给你煮了个鸡蛋。行行。辛苦了，还是热乎乎的，我们可以去街上吃的呀。阿英，怎么停个车的功夫你跑这儿来了？
你不是说今天是你生日吗？然后我想去给你买个蛋糕，但是钱有可能不够。其实阿英，今天我骗你的，不是我生日今天。陈宇哥，你怎么老喜欢这样骗我啊？不是，因为看着你一天三顿都要吃土豆啊，然后有点心疼你嘛，就带你，就想带你下来吃点好的。我还说我钱不够呢。给你买个蛋糕。没有没有，走走吃吃饭去吧，走吧走吧。下次不能骗我。行行行。陈宇哥可以吃了，来。你不会就点了这个吧？对呀、啊，够我们俩吃的呀。我的天哪，不行不行，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点吧。陈宇哥，你怎么又点了那么多菜啊？我们两个吃得完吗？来，快吃快吃。阿姨，走走走，阿姨走走走。陈一哥，怎么了？你急急忙忙。有个事情需要你，来不及了，车上说，快快快快。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快。走吧。哎，怎么突然就下小雨了？没事的，这种小雨等一下就不下了。陈一哥，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走走走走，上车，我们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吧，走走走走。走吧，赶紧走吧。走。陈宇哥，到底什么事情啊？你都快要急死我了。我的傻阿英啊，能有什么事情啊？真的没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，你能帮助我的就是陪我吃点东西啊，逛逛街啊。陈宇哥，你怎么又骗了我？我不这样说的话你又不肯下来，你要理解一下我的良苦用心啊。你就是一个坏人，还用这种方法骗我。走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，快点。那我们赶紧去吃完，吃完我们就回去吧，不然天快要黑了，等一下外公外婆又要该早起了。好，行，走吧走吧。你不能骗我啦。好好好。阿英，好喝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晚点遇见你没关系，但愿余生都是你。陈宇哥，你怎么又在跟我开玩笑啊？没开玩笑啊，你看那墙上。我没说错吧？专门找的这个位置。阿姨，你看那么多吃的，你想吃什么？边看吧，行，走吧。什么？让人家鬼花，真的。走，阿英，我们找个地方坐着吃东西吧。走。陈一哥，你想吃什么？你随便拿吧，随便拿。阿英，菜好了，快吃啊。陈一哥，怎么天才黑人就那么多啊？正常啊，这是夜市啊，这是晚上供人家买小吃吃的地方。人多正常的，快吃吧。都是人。对对，快吃吧快吃吧，一会儿冷了。你也吃吧。好好好。太美了吗？陈宇哥，你快看那边山下好美呀、啊！确实好美啊。什么？没什么。该送回去了，不然的话等一下外公外婆该着急了。行吧，我们往那边逛会儿就回去吧。走。太美了，好好看呀。阿英、你看外公外婆想吃点啥就给他们买点啥吧。平时其他的话不用买，就
我那天听外婆说她想吃一点李子，我们去买点李子回家吧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，给阿姨。把这个你说了吗？买这个你怎么又买了？哎呀，只买那个太寒酸了，拿去，快拿着。哎呀，陈宇哥又让你破费了。没事，拿着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